祝你生日快乐，闪电猫生日快乐。唱得不错，谢谢爷传的。总算唱完了。本喵得许个愿，平复下心情。等等，闪电猫，关灯才有仪式感嘛。闪电猫，生日快乐！谢谢你们啦。好，开灯吃蛋糕。哦，什么声音？哇，好大的煤气味儿！啊！哇！我的生日会，这到底怎么啦？什么怎么啦？这煤气灯用了几百年，容易爆炸可是常识。啊，煤气灯？难道说……各位，时空起点出现了。好，出动吧，不怕强敌，齐去出击。时刻是在1879年，美国世界第一盏有广泛使用价值的电灯被点亮，而改良制造出它的就是爱迪生。彼得哥，爱迪生，好像有点耳熟。是的，我们在之前曾经回到过去，帮助爱迪生守护了留声机。难怪，这老熟人嘛。爱迪生足足拥有1000多项发明专利，留声机、电灯、有声电影、表决器，还有发电机、电表、圆筒唱片、印刷机等等，几乎每一样发明都足以造成时空起点。也因为这样，他还有个超酷的外号，那就是发明大王。根据资料，改良电灯的难点是灯丝，因为亮灯时温度过高，很多材料都会烧断。爱迪生在测试上千种材料后，才总算找到了耐热灯丝。懂了，我们要保证爱迪生先生能找出耐热灯丝。出动吧，时间飞船，奇趣变形。是门罗公园的爱迪生发明工坊。叽叽叽，搞设计，搞设计。不急，哥哥，石头团队。等。那你还愣着？赶紧放炸弹呐！收弹了。啊！第1300次失败。继续。抽真空，通电。好，实验继续。逆转光枪，我是。哎，算了，这边没机会，到那边埋伏。好的喽。爱迪生先生，您没事吧？你们是谁啊？难道爱迪生先生忘记我们了？怎么可能？通天火箭拳怎么样，像吗？开个玩笑。来，过来吧，我的朋友们。大哥，彼得哥，现在我正改良着电灯，瞧，只要像这样夹上铁夹，就能让电灯通电发光。可问题是灯丝不耐热，我已经试了上千遍了，可还是不行，这下电灯可没办法推广啊。没关系，有本喵帮你实验。就等你这句，我正好想试点特殊材料。什么？好痛啊！小声声。这是氧气会让灯丝在通电后急速升温烧断，所以得先把灯泡里的空气都抽掉才行。哦，学到了。过分了，今天可是本喵的生日呢。
怎么没电啊？等会儿我去仓库换一个。好了，回去临时加倍。这还差不多。不好，爱迪生先生。又是你，坏柠檬。对对对，这又怎么样？谁让你发明这么多？柠檬，雷神无敌。糟糕，得把电能抢回来。哎呀，按前。耶！超级热力模式开始加热。放我出去。我好热。不会吧。警告，仓库温度正不断升高。那个就是我弄的。根据分析，爱迪生就要成烤鸭子了。什么？得赶紧救人。嘟嘟，隔壁，狗狗壁，比格兔，天机来呀，电能铁甲，隔壁，狗狗，隔壁，啊，烤章鱼，通电，隔壁，啊，嘟嘟，通天金刚，慢吞吞，哎呀，哇！这么嚣张，光速追风，我去！开灯，超级热力模式，加热！喂，等等，你用武器太卑鄙了！我就喜欢呀，比杀，热能爆发，我砍！艾尔，帮忙送我过去。收到。哎。抢走温室电灯，有了，就是他。嘟嘟，等会儿配合我来行动。比特哥，通天金刚剪。不急，笑了，我马丢呢，我这样才叫准。电能铁甲。通天火箭拳，连环发射。你想要加热，你可别忘了我们家的嘟嘟。什么？比哥哥，哥哥！烧了烧了，灯泡要升级了，恭喜！灯丝就会烧断。我没热度了。通天火箭拳。爱迪生先生，您在哪？您没事吧？我在这儿呢。没事，因为我相信你们一定会赢的。
这是第1400次实验。成功了，就是它，碳化竹丝，这就是最耐热的灯丝材料。谢谢你们。嘿嘿，机器特工任务成功。